孙策大人，特意让你过来，真是抱歉。我太想见你了。就算这段时间攻打许昌很繁忙，孙策大人你也不要太逞强啊。还有，你的脸色不大好。那么，就稍微休息一下吧。 那些飞翔的鸟，不知为何，感觉很像我们啊。<笑>就像是比翼鸟吗？那是一种传说中的鸟吧？据说，雌鸟与雄鸟会并翼飞行。嗯？是啊，那个，感觉就是那样。 可真是，大乔，新时代就要到来了，你我二人要永远一起飞翔。